成完叫做转了。转呢，特别是强调了呼应。转者就成鼻之意，转则言之也。方法有三，第一就是进一层转，第二退一层转，第三是反转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总以能够前后相呼应，活而不板者为佳。就是你要懂得前后相呼应，讲究转笔用得好的呢，一般呢都推杜甫的春望，春望的转是用得很好的啊。一般那个私塾的古代读书啊，私塾先生啊教他的弟子，教完以后呢就叫他写诗，写诗要有范本给他模拟的嘛，一般都举他杜甫的这个例子。春望大家都熟悉，开头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生，一开头呢这个起句，起句首先就写出长安被占领，国破，人跑光了，城春草木生，人跑光了嘛，所以从春天来之就只有草木，写出了这个长安被占领的这样一种荒凉的景象。到了城，城句就是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显然是写意写心情的。我们在前面讲过啊，城街它可以写景也可以写意的啊。有感于这一个时事这样的变化，所以呢观花而掉泪，看到花本来使人高兴的，但是现在呢却使人呢伤心的掉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时的花是国破之后你所看到的京城的花，国破之后被敌人占领了，原来的人都跑光了，连皇帝都跑了，那个时候的话，所以令人感到心酸。恨别鸟惊心，这里的回到他和家人离别，所以听到了那个鸟语，本来如果按照正常听到鸟语你也应该要心欢才对的，但是你是在国破时候又和家人离别这时分，你听到这个鸟语啊，反而使你感到心惊。这个是写意写他的思想感情的。看转了吧，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转的要求就是要懂得前后呼应。烽火连三月，你说往前呼应什么？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生，呼应这两句就是战斗啊已经打了三个月。家书抵万金，你说前后呼应，它呼应什么？显然是恨别家书家书抵万金，那呢往前呼应恨别鸟惊心。那么这两句往后它又带出什么呢？白首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正因为啊又要忧国忧民，又要怀念自己的家庭亲人，所以使得自己你看白首搔更短，头发越疏啊越稀啊，越稀稀少，最后你看还能够粘得住吗？粘不住了，头发都又落落了，差不多要光了。所以你看好的转他非常注意前后呼应。最后合笔，合笔那你就结束了啊。结束，古人往往是怎么结束的呢？结束啊，古人呢往往呢有一个就是要有言有尽而意无穷，那是最高的境界。言有尽而意无穷，那么你能够做到言有尽和意无穷呢，它有很多种方式，有些是直抒胸臆，比如说秦观的两情入室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直接抒发出去了。
有些可能是借景抒情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有些呢，他可能就是通过议论，议论呢通过写一个景，结合他的议论也有。比如说你看看杜甫的这个啊，小奴妇及相思慢，鸡被妇及相争喧。他写件小事，就是去抓鸡，抓一个鸡，抓鸡去卖。家中燕鸡食虫蚁，为什么要抓这个鸡去卖呢？因为呢，他发现这个鸡啊，老是去吃旁边那些虫啊蚁啊，那虫蚁也是生命啊，个个被他叮了，叮光了。所以呢，为了保护虫蚁，抓鸡去卖去吧。他说不知鸡卖寒招烹，他没有想到把这个鸡去卖了，卖了以后这个鸡就被人家杀了，那就烹吃掉了呢。那你不是把这个鸡又害了吗？对不对？他说不知鸡卖寒招烹，虫蚁于人还厚薄啊，无赐奴人解其腹。虫蚁，那么人对他都含有厚含有薄，那么显然你抓了鸡，对虫蚁来说就是厚，对不对啊？对鸡来说就是薄了吗？问题是你没有考虑到呢，如果你不抓了，你又把这个鸡放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虫蚁又不是遭殃了吗？这就麻烦了，对吧？由于作家他说他对这个虫蚁厚，所以他就呢责令那些小奴人把那个鸡解开了放了，不要抓了。那么这样一来不是矛盾吗？你要了鸡，那就没有虫蚁；你要了虫蚁，就没有鸡。问题就是这样，就是是吧？后来鸡虫得失无了时，确实是两难啊。你想鸡得，那么虫就要失；你想鸡失，这个你想那个虫失，那就鸡就得啊。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呢？注目寒江一山阁，我都不知道了啊！我去看看哦，还看注目寒江一山阁，让你们去想去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，这个结局你是说，它确实是难办这个结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红麦。这是宋代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诗歌理论家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杜甫的这个赋鸡行呢，自是一段好议论，而他的结句之妙，犹非诗意所及啊，犹非诗意所及，议论的议。他说他的结句妙啊，他说啊，不是一般的人呢能够想象得出来的。那么呢，有一个啊，另外一个诗评家叫做郭之达的，他说一篇之妙在乎落句，他特别是评杜甫这首诗，他说盖鸡之所以得者，虫之所以失。失是讲如果鸡得保存鸡了，那么虫就要有所损失啊。那么作家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这件事，这个鸡虫的得失呢，它关键是在哪里呢？人之所以得者，鸡之所以失。如果你把鸡抓去卖了，人得了，那么鸡那就失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人之得失如鸡虫，又且相仿。大家知道吗？关键在这一句。其实啊，在人间人生里面有很多你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两难的困境，你的得失有时候也好像和鸡虫的得失差不多啊，让你呢难以处理。何时而已乎？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了结呢？对吧？这种情况很多，现在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电视剧啊电影里面啊，特别是电视剧吧，长篇的那些
经常写一个男的谈恋爱的时候和两个女的谈恋爱，这一下子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决定跟这一个，那么你得罪了伤，令了那一个伤心，你跟这一个又令这个伤心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这样一种人有时候啊，也会也得到遇到这种两难的处境呢，就是好像杜甫遇到那个鸡和虫一样，你说你留了虫，你得卖鸡，但是你卖了鸡，鸡又被喷了，哎，你又害了它，对呗？反过来呢，你留鸡，虫没有了，虫已没有了，哎，他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最后让你。让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引申的，而且他不是说我一定要解决到底留鸡还是留虫，他说留鸡留虫都好，都会遇到两难。最后他来一个注目寒山依山隔，意思说人呢，人其实有很多时候他的境遇或者是他所遇到的问题，也会和你现在遇到对鸡虫的取舍一样，它要引申你往那些方向去思考，所以它的结局之妙，妙者妙在这里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这里呢是豁开一步，推开一步，对不对啊？不要紧紧的就缠住在鸡啊虫啊鸡啊虫啊，我一定要对它做出解答。现在它推开一步，不做解答。用一个望寒注目寒江依山阁，自己也来写一写创作诗歌，那是大有好处的。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个层次，欣赏。欣赏就是从意象入手，借助修辞格或者表现手法，分析理解意象的组合关系及其所寄托的意义，重点就是解决象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由言进入象这一个层次了，处理言象之间的关系了。言者所以名象，那么我们得了象呢，应该要什么？望言，要明白吧。第一，我们应该呢懂得用诗词的眼光去读诗家语，把握诗人的写作思路，填补诗人在诗中留下的空白。这里先讲一个小故事。清代的有一个著名的诗歌理论家赵直信，在他《谈龙录》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。钱塘红仿生，红仿诗，也就是红生写《长生殿》的那个剧作家，久于星辰之门矣，与友。这里牵涉到三个人，一个是红生，一个是新城，就是王世贞，当时他做大官，大司寇这个官。洪生当时是寄居在王世贞的门下做食客，与余友，余就是我，赵直信三个人。一天，这三个人都在王世贞的住宅那里谈诗，谈什么是诗？仿诗即实俗之无章也，曰诗如龙然也然啊，首尾啊，爪脚鳞裂衣不惧，非龙也。他用一个比方，用一条龙来比方这个诗。他说诗呢就等于一条龙，这条龙啊那是完完整整的龙，什么都有，头尾爪脚鳞裂，就是那须啊，全部都有，完完整整的龙。如果有一个方面没有，一部分没有，那么它就不是龙。那么用这个比喻来说，那就诗应该样样都有，你要写什么诗你就给它写得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有一方面不清楚，那就不是诗。那么他打这个比喻的表明他的一种诗学观啊，这个是洪生的。那么王世贞呢，司寇呢，王世贞呢微微一笑，沈就是微微一笑说，
他说狮如神龙，你注意啊，他用一个神龙。这个神龙有什么特点呢？见其首不见其尾，见了头他就不一，你就不一定见他的尾了。那么显然这条龙是一种运动，在云中游动的这样一种神龙，对不对？或者从云中呢露出它的一个爪，或者露出呢一些鳞而已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到这个龙的全体呢？你看不到的。看得到的那就是看到一个雕塑在那里了，死的，它不是在云中的活的那种穿云的那种破雾的那条神龙，是吧？那么用他的这个比喻来说，这个神龙的比喻来说，他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学观呢？解释啊，不用一一二二，对了，面面俱到的，你把它最精彩的那一面把它突出出来那就行了，见首不见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是方方面面都要，一个呢都不要方方面面，你就搞一点精彩的就行了。鱼就是我这个赵子欣，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他说神龙者屈身变化，故无定体，恍惚望见者地指其一鳞一爪，而龙之首尾完好，故宛也然在也，又若居于所见，以为龙居在世，雕绘者凡有此矣。他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？大家看看，他其实是把前面两个人的观点呢加以整合而提出他的观点。他说神龙它的特点就在屈身变化，故无定体，它的变化多端了，一时一个样的。那么我们偶尔看见的只不过它的一方面而已，就是一鳞一爪，虽然我们看到呢是它的一个鳞，一片鳞一只爪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就以为哦，这条龙就是那一片鳞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爪那个样子，不是的，它后面它是有一条完整的龙的，它被遮蔽住了，暂时看不见，我们看见的就是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啊，那一部分你要明白，它背后的那些东西都在，如果我们居于所见，我们就说看见什么我们就说它是什么，看见这个爪我们就说龙就像好像爪这样的，这个爪这样的啊，那么绘画的人反而要嘲笑我们了。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写诗啊，虽然呢我们要写它精彩的那一部分，但是你整个构思呢，你就要想到它的所有的一切，你是从中挑选出来的，这样的写法你就有一个把握的分寸问题，一个度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一个分寸一个度的问题，如果你没有背后那个整体，你光是讲看见什么我就写什么的话，那么你光看到那一只爪，我就把龙就是这只爪这只爪这样的表述，那么显然是有问题的。如果说我要明白龙是头尾什么都有，然后呢它露出这个爪，我们现在写这个爪，那么我们就会这样表述，这个爪是龙的爪，对不对？它是呢这么来伸，那么我们想象它的头应该在哪里，尾应该在哪里，所以呢这个爪是应该这样来伸，这有一个度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所讲的呢其实就是说，我们要懂得全面和那个整体和他那个精髓，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，他要讲的是这个道理。